他们真的没有一首会。对，那一个苏芮，苏芮，还有林忆莲。以前饮料都是八分糖，现在就越来越。哎，现在回糖，回糖，应该是吧？你刚喝饮料，我都喝水了。我现在。现在玩到捷运结束前，真的快结束！我现在八九点吃完，差不多可以回家了。好了，那我再补充一点出道啦，就很容易。好，对对对，我你好，奇缘，我凯特，迈向三字头，八年级生出老症状。今天来谈一个非常非常严肃却很生活的一个话题。Oh no！ 每天都会发生。可是其实你知道，我们这样讲，一定会有些网友开始骂我们，想说你们还那么年轻，对，对不对？目前我们是83到85年次左右，其实是已经正式进入二字下半，四下半。哎，最老的人后半。Hello， 三三，有人已经跟三字头是很 low 的哦。近30岁，有点初老的症状有哪些？那把你一大堆，很多人已经停经了吧？今天是有干爹来赞助我们，就是初老很害怕的话没有关系，我们用 YSL 来帮助我们啦，欢迎我们干爹干。那我们就后面再说，我们现在聊聊，因为大家也迫不及待了。你们是不是有遇到初老的状况呢？一起听听看，以下几点你中几点，来吧。第一个我就是跟你说，笑什么？不是很多以前老一辈人都说什么跟我们去 KTV 啊唱歌都完全不一样吗？第一点就是去 KTV 很多新歌不会唱，第一到第十一我都听不懂。你新歌排行真的没有一首会，华语金曲对，我要问上热门排行。嘿，还没有订阅我们吗？赶快来订阅，让我们一起迈向100万。没有一首会，华语金曲对，我要问上热门排行。我真的还是会有一些抖音歌，对对对，抖音歌可能是他相对听的比较少一些，只要听周杰伦啊、五月天啊、蔡依林啊、经典的等等等的。可是现在很多小朋友开始有一些新生代，对，新生代的歌手出来，可能就听的比较少，甚至没办法举例。我觉得不准，因为悠悠应该很早以前就开始就是有这个问题了。真的，他点500的，500那一个苏芮，苏芮，还有林忆莲之类的。我先数一点，不要看我到时候会几点。对，该会全中哦。然后再来是第二点，我觉得也很重要，就是大家对于保健的意识就会越来越的出现了点头。好呀，哎，我也想吃。你也需要吗？我需要。像是我出社会之后就开始非常保护我的眼睛，像是叶黄素啊什么开始吃起来，然后它是 B 群啊，然后当然要来喝啦。对，就会有一些概念，就是说要怎么样让自己的身体状况变好。对，已经不是在学生的那种时期，就是可以翘课，可以干嘛？啊，没有没有。还有那个酵素之类的，对，帮助代谢，因为到老了之后身体的代谢会影响，而且吃的也会比较健康吧。以前真的是乱吃，然后随便大家都是炸的，现在叫健康餐叫超多了，很舒适，喝水会去算，然后还算什么新陈代谢啊、基础代谢，你什么的。以前饮料都是8分糖，现在就越来越。哎，现在回糖，回糖，应该是吧？刚刚喝饮料我都喝水了。我现在既然可以接受无糖的茶，这是太棒了，对不对？我只能说出社会就是完全不同的世界了，这样说。第三点，我觉得是很符合我这个人，因为我以前很喜欢出去玩，就是你知道朋友揪啊，说几天几夜 OK 啊，走啊什么的。但有朋友揪你，就说你现在哪里？哦，我说我在宿舍啊，你们出来啊，在学校嘞，我就冲出去。现在懒得出门，懒得出门，好吗？我三点前跟我之前，真的现在连出门晚上都觉得很麻烦。没错，现在叫外送。我都在哪里约会？我大学没工作啊，那你们要找我，随时都可以出来。随时都可以啊，哎，慢出来，慢出来，好啊，好啊。然后没事也回我家也 OK， 可是我现在就是不打扮，不出门，因为会累，就觉得需要自己的时间，而且在家比较自在。对，就是你想要在家里面休息，你因为你工作已经把你摧残得非常非常可怕。是的，我只想要冷静下来，好。享受自己的时间，对，我觉得懒得出门差很多。你们还会出门吗？而且你之前可以每天出去之外，你是早餐一个，午餐对，下午一个，晚上再一团，好棒哦！我知道了，他的铁就是天天玩到捷运结束前，真的快结束。我现在八九点吃完，差不多可以回家。你觉得我们之前还会逛夜市，逛没有车位啊？叫人要帮我拍10点的课，我直接跟他说我晚八之后不真的不出门，大学的时候跟朋友在一起就是不想回。你就会觉得时间能够聚在一起就越久，然后舍不得回去。哎，说到这个，突然想到上次我们去游乐园，我们没有玩到结束，太阳还没下山，我们下班了，甚至玩不到5个，好不好？中午才到，对，然后还没包完我们就离开，4个小时，而且我一进去饭店 check in 先睡20分钟。
他在泡水。对，是啊，因为很累啊，我不想不想打扮，然后你坐那步上去，然后你整个脸这样花的乱七八糟。对，脸妆会花。其实我觉得不只说是出门，是连打扮其实都有点变懒。第二天我甚至没上粉，我就出门。真的假的？因为我很懒啊，我跟他说啊，戴口罩，我很懒。太扯了吧！这样子，初老谢谢。我只能说，初老的女孩们一定要多注意，就是现在如果你懒得上妆的话，我觉得一瓶多效的粉底非常的重要。干爹真的很厉害，因为这瓶其实就是网友鸡腿来给我介绍一下。其实我现在就是脸上就是用他们的粉底液，我的妆感很好，分享度蛮高的。因为我上礼拜就月经来，我这边其实有两个生理痘。哎、欸，我这边也那个、欸、超大，不是那个来，我说这个来，你这边那个来啊，流出来。我觉得初老之后会选粉底，会喜欢比较清透一点的，对，不会想要那么厚重的。研究指出说，越厚重，你人精神会越累。对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对，带妆一整天其实很累，因为脸会闷。YSL 很久完美无瑕粉底，你看到没有？它其实这罐是被网友万名网友誉为地表最强粉底，真的，我觉得有点太夸张了，是真的那么厉害？还没买，赶快先接。对，我现在看到的时候，其实我真的讲那么夸张，我现在一试用爱上，有差有差。除了它遮瑕能力很好以外，然后也很亮，然后它的那个质地，我觉得你们可以试一下，延展性很好，还透。今天我们两个被赢了，因为我们两个是被分配到不化妆。我看到我们两个现在很暗，比较暗，不用应该够吧？不用那么多吧？哎、欸，这可以上头了，真的假的？太多了，我跟你讲，你只要挤像这样子半粒米。哎、欸，很好分，哎、欸，我用手指哦。初老开始，我们妆感要开始有点变化，要精致，仪式感，仪式感。上妆也需要一个步骤。哎，请问你手上拿什么？为什么我们没有？粉底就有送那种水光刷子，以前还在用手那边像这样，没有，我们现在用。初老之后又有一点这样高级的感觉。YSL 的刷子是不一样的，是的，你要送 YSL 看一下它的 logo 好不好？不怕外逼掉，不怕外逼掉。我都是先从那个颧骨这边，薄刷，对，就像扫地这样子。你看我原本这边有泛红，半脸素颜，半脸上完，你可以看上完之后，我觉得气色真的有。我觉得这个泛红有被遮。对，你看这边，然后还有鼻翼两侧，基本上是痘痘啊、痘疤什么都是盖得住的，就是它的持妆效果，它的遮瑕度都非常的高，非常的好。初老症状第四点就是现在呢不会去夜冲跟夜唱了，我就晚八不出门啊。真的，我觉得出社会之后就比较少了。认识小吴的人都知道小吴超爱夜唱，我还是那种钱柜会员，然后就是用到最划算，用到他说吴先生你十五次的那个小菜的额度已经满了。钱柜店会员制，你一定要去唱。对。一定要去，我会查那个会员日，然后就觉得冲，然后再来是生日礼，生日当月都送炸鸡。我跟你讲，我觉得差异最大是以前都会唱好唱满，对，现在唱到走走，我也有走走过。以前是会死守在那边睡觉，而且我跟你讲，最后一首要点情歌王，然后唱十分钟。观念都改变了，对，而且再来是，其实猜最多了就是隔天的精神与你的状况，要休一整天嘞。哎，我去夜唱要休三天，这么多天？真的，我三天都要睡到自然醒，不然我没管。因为我以前是夜唱完隔天上课来就补，跟朋友聚在一起觉得很好笑，就觉得哈哈哈，就是我们好屌哦这样子。现在是同事，然后都靠背。现在熬夜隔天的肤况就会变都很惨，黑眼圈超重，妆感真的很惨，那个超黑的粉。对，失调控制不住了。这个时候呢，调整你的肤况就很重要。我跟你讲，干爹还有很厉害，我之前配合过，就是这个仙人掌精华。这个珊珊必须说，这个要问珊珊，珊珊。我跟你说，我每天省着用，省着用，但它剩不到一半，我很紧张。我跟你讲，你该自己去消费。没有，我年纪最大。他直接放在我床边，真的假的？因为我觉得它里面有那个酸。早上起来喝乳。那个时候我是帮珊珊七天大改造，她七天肤况就有明显的提亮，对痘痘非常有效。而且你记得你那时候发完图文，我还自己做那个唇釉，差超多。初老的人呢，很多都调不回来，但是如果晒太阳，如果长斑的话，要很久，要狂打雷声，对，狂打雷声。才回得来，还是要注意紫外线，是冬天也要防晒，夏天也要防晒。YSL 的防晒，你就可以考虑一下咯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讲到这边已经觉得句句都出老了，对啊，全部都初老，四点多。都中了，对不对？都中。我觉得第五点是很好的改变，什么呢？就是更愿意花钱在自己身上啊，对自己好一点。大家点头如捣蒜，我觉得是投资自己。你努力很久，觉得好像在犒赏自己了。
工作相对比较稳定，我讲三十岁好了，三十岁的女生出社会一阵子，已经有一定的事业上轨道了，这样子，她们就会对自己比较好，投资自己。对，那这时候你发现我分了几种，一个是开始购物，开始买比较好的东西给自己，可能质料吧，因为像以前小时候可以买网拍或什么，我妈其实很常讲说这种质料你不要买，那我们不懂对不对？然后还好吧，怎样怎样，然后我妈说你。长大又知道，现在都买一些稍微单价高一点，可是可以穿很久，耐穿，然后经典款，质量好，一直跟流行。亲身经历就是我开始砸钱买精品包。这什么是经典，你知道吗？你就是应该犒赏自己一下。那每个人画的地方不一样，像有些人去吃高级料理，对不对？一些很适合你。对，真的，现在就是很纪念日就会对自己好一点，或者生日就是吃好一点，订贵的蛋糕什么什么之类的。然后初老的你是不是也这样对待自己呢？好好爱护自己哦。我本身就是很容易被限量版给迷住。就是啊。我妈说你经典也买啊，限量也买，你怎么不买？对，跟你妈说的太好了，戳到我耶。限量这种东西听起来就是一定有可能。干爹也说这个啊，吓死人啊，直接买三个啊，真的啊。他这个闪亮是真的限量。你这个去贵妇百货的厕所里面，然后再拿出来线上说，大家都在看你。你在办公室，你拿这个出来就跟旁边的不一样，好不好？真的，璀璨星空版的气垫粉饼，很美的。大家看到他就想唱《眼底星空》。回到第一点了。我觉得最后一点才是最重要的，就是我们都曾经年轻过、屁过，对感情的那种横冲直撞，现在已经收敛了一点。对爱的执着，我觉得成熟、有历练的人呢，他们的感情观是比较稳健一些的。对感情观的差别，我觉得也差非常多。像是以前可能很多妹妹感情就是完全投入啊，对，我觉得是失去。会买喝对方，对，十六岁就说我可以跟你在一起，对，我要爱你永远这样子，这种话，你知道，有时候爱不是一切，就考虑一些现实的条件吧。对，如果男生都不工作，你再喜欢他也没屁用。我现在考虑的点真的很多，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有些人跟一些长相普通的在一起，可能是对方很在乎他。谁？我想也有这种，可能是内心吗？不是很普通，我没有说丑啊。还有一些其他优点是看不到的，对，就是可能是对你好，我觉得现在在意的是对对方好，对，怎么聊？最后突然有点感觉，好了，那我再补充一点出道啦，就很容易爱困。你都把你看睡，因为我现在，我以前不太饱困，吃饱就想睡，吃饱就可以去逛街干嘛？我吃饱就想睡。而且我跟你说，以前学生的时候都不睡午觉，你知道吗？国小国中死不睡，现在是我们工作室会直接关灯，好吧？但是寿司加可爱，对不对？其实年龄也是价值之一，千万不要觉得自己老了，或者去跟年轻人比，因为完全不一样。完全不一样，你拥有的不是那个年龄而已，你还有经验、对社会历练、想法、没错。那我们这次呢，有好看的活动跟大家讲一下，大家很想知道那一盒到底要怎么样？盒到底是什么？很醒目哎，入手比想象中简单非常的多，因为它其实只要这一瓶粉底液，就先立马送这个刷子。YSL，Y 这是我用完，我才舍不得。丢的 YSL， 如果说你买这个粉底液加上这个璀璨星空的版本，这个会照常收，这里面有东西给大家看。然后还有送这个神用，而且它是硬的。聪明的女孩们就知道要买两个吧，不用加购价。Hello， 购价，初老不用害怕，终于找到自己的价值哦。好了，希望你看到这份礼物就多多漂亮亮亮，开铃铛，我们下回见喽，拜拜，把这个带回家。